哎，来了。昨晚你被咬的手没事吧？拜托，又没有咬破。况且，你应该没有狂犬病吧？我又不是狗，你才有狂犬病呢。开个玩笑。对了，上次的事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什么回答？就上学期我回美国啊。 你不是还在生气吧？喂，说话。哎，没生气。你走以后，我还得了一个最迷人班长奖。我谢谢你。看你这表情，应该还在生气吧？喂，班长，别这么小气嘛。那看你表现喽。反正语文好像是哭了好几天。语文？啊。他不是说你哭了好多次吗？我，你信我还是信他？我。 对了，宇文今天怎么没来啊？他呀，他说去查资料，不知道又去调查哪个女生去了。一会回来一定收拾他。哎，还有，你说今天晚上来学校，我真来不了。你再叫我来，我还咬你。你还来劲儿啊？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事。那，名侦探 Carrie， 你到底调查出了什么？说到底嘛，还是要你帮忙。 其实我找到了，你又找到哪个女生的微信号了呀？是关于学校闹鬼的事儿。你也找到了，那真相是？真相就是学校闹鬼的原因。躲我干嘛？你讲。我们班座位不影响你讲话，就是。我托隔壁女校帮我查查我们这所学校的历史，你们猜猜？ 我查到了什么？查到了第一任校长姓什么？他有几个老婆？几个老婆？不对，是几个儿女。对，就是儿女，但不是校长的。那校长被戴绿帽了。你思想再给我复杂一点。我只随便说说。是一位数学老师的女儿。你继续说。我们学校刚建成的时候，有一位数学老师，每天下班后。 都会去接他在幼儿园的女儿到学校，改完作业再带他的女儿回家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，他的女儿失踪了。然后呢？从此，他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女儿。2个月后，就在高三那栋楼顶上跳楼自杀了。你吓唬人吧？ 你自己看看呗。所以，我们昨晚瞧见的是那个女儿在找我们玩呢。你说的像真的一样，就是。别看了，宇文，你也给我适可而止吧。不是凯文开始你要真相吗？我这个也找了呀。 Karen， 你要说的也是这事儿吧？都别听他乱讲，还嫌这个学校不够乱？可是宇文讲的很生动形象啊，就是他鬼在我们眼前。宇文，你敢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 不然我骗你们干什么？我回学校拿作业那晚，那个黑影是你吧？昨晚我们闹鬼也是你吧？想必前一次学校传的闹鬼传闻也是你吧？Kevin， 应该不会是语文吧？我了解他。对呀，Kevin男生，你弄错了吧？怎么开始说我来了？我问你，我给你们的那支笔呢？哪支笔？就是后来我偷卫斯理给你们的那支。关笔什么事？ 昨晚他们跑了，我在三楼的走廊上找到那支笔。可笔还在我包里啊！你还记得你最后在哪拿的笔吗？ 笔是我放桌上的，可这也不能说明你捡到的就是我的笔啊。你们到底有多不重视别人送的礼物啊？你们的每支笔我都刻上你们的名字的。那我的也有。废话。宇文，你说害怕去厕所，就是想去三楼装鬼吓我们吗？你说话，别装哑巴。兄弟，兄弟现在不敢半夜到学校吓人了。你想被开除？告诉我，我帮你去申请。宇文，你到学校闹鬼这一出。
该不会是看不惯亲戚的，想栽赃给他们吧？真看不惯亲戚，但我还用不着这么做。对，是我。宇文，你想被开除啊？我哥这么做是为了……就不能说。你们哥怎么了？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没事，没事。这什么？又好又温柔的马思远，生日快乐！今天你生日啊？在这等等，我去给你买生日礼物。还有，宇文这事先别跟教导处说。我恨你。我又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这么多事儿？学校闹鬼，你为什么要去查？宇文从小就贪玩，你为什么要当众拆穿他？你知不知道他最崇拜的是你？喂，我可没准备当众拆穿他。我原本是想跟你说，让你去跟他说别恶作剧了，谁知道他在自习室散播谣言，我没忍住而已。没忍住，男神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也先别生气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我再去调查调查。今天你生日，开心点。你叫我怎么开心？我又做错了。宇轩一号，说吧，你们俩知道些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谢谢你。看你这表情，应该还不生气吧？班长，别这么小气嘛。好。我应该没有狂犬病吧？我又不是狗，你才有狂犬病。开个玩笑。雨婷，雨宇文今天怎么没来？来来，等会儿，快！高三男女赌上，校内自杀。你吓唬人吗你？啊？好，再见。你干嘛躲？你讲，你讲，我们。搬座并享脚。好了。老子，老子，高三那栋楼还住两个月。好了，准备再来。别看了，宇文，你敢说？你敢什么？好，再来。打扰打扰了。那宇文，你是想去厕所，是想去吓我们吗？说话，装哑巴。兄弟，兄弟现在半夜赶到学校吓人了。你想被开除？告诉我，我帮你申请。帮你申请。你想被开除？告诉我，我帮你申请。不好意思。你把钢琴明亮好，回来，来，准备。你知道你。听。还有，大白。第一场第五次第一。开始。够了。边在狡辩，边在狡辩。我恨你。我又怎么？宇文从小就贪玩，他装鬼吓人，怎么了？做了什么坏事了吗？你凭什么当众拆穿他？你可知道他最崇拜的人是你啊？怪我喽！你凭什么当众拆穿他？我可没准备打你。
我有没有打算给你一个人说，让你去管管，别叫他一个人。好，回来，咱俩，就是，我托国，定你的。好，就是我托国。告诉我，我帮你申请。你那我接一手，该不睡？对不起，该不睡。我回学校拿作业那晚，那个黑影是你吧？我们昨天在晚上，那鬼影。好了，再来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昨天那个跑了，我在走廊捡到了一只，喂，我可没打算当洞。还兄弟，半夜到学校装鬼吓人啊！你想开除告诉我，我帮你。小草好严重，他有点血。说话。我回学校拿作业那晚，那个黑影是你。昨天我们闹鬼也是你吧？想必前几次学校传的闹鬼传闻也是你吧？不是我吧？我了解了，应该不是。傻啊！里面的每支笔，我的课程里面的名字的，我也有吗？废话，废话。来，去买单，二姐，走。别看着语文，你也给我适可而止吧。说的像真的一样，就是。好，咱俩写好。你想被开除，告诉我，我帮你申请。你闹鬼这一出，该不会是看七年级不顺眼，想栽赃给他们吧？真看不惯七年级，我还用不了这么做。对你肚子好大呀！对你肚子好大呀！肚子好大呀！那什么，上厕所害怕，身体让人想去，吓我吗？还是不是兄弟了？兄弟半夜装鬼吓人啊！我是今天就不会被 TFBOYS 被TFBOYS。对，语文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呀，他说去调查。调查。好，来。调查兵团。哎，对了，语文怎么没来？他说去查资料，不知道要去调查哪个女同学。反正他一会回来，我绝对弄他。我一片空白。不要笑了，开始。第一场第六次第一节。来来。Go。好，你跟我说。好嘞，其他的开始哈。好，你们到底是多不重视别人送的礼物？你们的每支笔，我的课程里面的名字的。那我也有。我笑什么笑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是啊，那我也有。但是你在暗示。那我也有。你应该砍到他，然后再给我忙快把笔拿出来。哇，我的上面也有吗？你既然别走的时候要把你的 iPhone 也带走。可惜 iPhone 要带走，我忘了。你先这样，我们教你就这样。对。应该这样，对。对，就是我做的。来，俊梅。真看不惯七年级，我还用不着这么做。对，是我做的。不错啊。哎，你滚开嘛，兄弟！老子，你要让我一车撞死哦！快点，冲来！
我回学校拿作业那晚，那 K 也是你的。昨晚我们遇到的鬼也是你吧？前一次学校的闹鬼传闻还是你吧？Carrie， 怎么回事？应该不是有人吧？我会不会整死你吗？我应该能怎么回事？是有人吧？我了解了。记小子是吗？我瞧他。好来，再来，快点。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这么多事儿？学校闹鬼，你为什么要去查？宇文从小就贪玩。贪玩。大宝。一场就三。宇文，你想被公说？你们两个急了啥子？你们要等他们话说完了的噻。而且是更快，而且你两个完全是躺着。你这样等等，我去给你买礼物。我恨你，还没说啊。反正语文好像是拖了好几天。语文？嗯。他不是说你哭了好多次？我？你信我还是信他？耶。
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再看得最远的地方，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，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。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，都爱仰起头不听命运的话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足到了梦想，像从来没有失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，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我